迎回来，这边是由网易暴雪主办、牛 TV 承办为您直播的《炉石传说2016黄金超级联赛》季赛。那么刚刚是结束了三场比赛的，第一场的话，张博是3-0战胜了修行；第二场 ，Roro 是3-0战胜有酱的牛。而败入决赛的话，很可惜的是有酱牛是被淘汰了。是的，那马上开始的比赛应该也是另外一场我们败者组的一个比赛哦，是来到胜者组的比赛了。是，那是由张博来迎战的是 CL 的 Roro。对，两位选手赢了就直接出线了。对，是的，还有最后一场要打。对。两个人的话都进入到了一个沉思的一个环节啊。是的 ，Roro 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抱头沉思状。那么现在张博的表情一直是像现在的这个样子。那么张博的术士是被 ban 掉了 ，Roro 的德鲁伊被 ban 了，所以张博的职业是战法萨，而 Roro 的话是狩猎萨。那么既然带了猎人，就不会 ban 对面的战士，所以说就把战士放了出来。是的，是的。那么中路萨也是Roro 没有去管，那就直接把动物园 ban 掉了。那么这边没有战士的话，选择也是 ban 掉了，很常规的就是 ban 随便 ban 了一下。那么看一下双方怎么去排兵布阵吧。是的，班德的话也是个很好的选择，因为现在德鲁伊的话很多时候一个成长激活，什么路盔激活一个暴增的时候你就玩不了了。是，班德鲁伊就是一个中庸之选吧，可以说是因为我没有战士班，那我就搬掉你的德鲁伊，对吧？但一般来讲很少会有人去选择班德鲁伊。是，对，因为一般战士术士办的比较多。是，对，因为德鲁伊真的是一个中庸之选，就是你看起来也有可能是我可以三观他，对不对？但其实德鲁伊打中途逃跑还是比较厉害的，那张博这边还是带了一套稍微偏中速一点的萨满，可能这样的一个考虑。是，那这边第一盘就是一个龙战打中速萨，我们看到 Roro 的中速萨带着双原石融合，哇，这应该不会带嗜血了，否则真的是太卡了。一般还真的是很少带双融合石，上两个这张牌的。而且我也看到了，直接打你脸。我发现他的这个卡组跟有教的那个萨满好像。哎，你这个真的不怕卡手吗，亲？你看他现在所有一手卡手牌。对啊，你而且他看到血卷应该都是卡手。332的海象图腾师都换掉了，我是已经。而且他是后手，他还把这张牌给换掉了。我不知该怎么说。我只能说，你一飞上个113，人家上个帕尔冲锋。帕克还闪电剑解不掉，对，然后你上个33冲锋给你冲掉，你都是崩，对，怎么都是崩。从起手来看的话，这边萨满确实太卡手，但你不可能不上，你只能硬着头皮先掉上去再说，对吧？那这个精灵龙怎么办，对吧？两费一三还被白吃。你可以闪电剑垫脸，然后铁石把它换掉，自信抽两三费过打盘吧，这怎么办？抽个234，或者说来个双龙，直接被冲了，哇，直接冲，没得抽了。我觉得这个起手的话就属于一个非常天虎的龙战，除了一个没有武器之外，对，没有武器就完美了。另外来个暴乱的话就可能是2345 6，一路拍就拍死你，特别凶。好，那只能硬币上这个了。这里的话闪电剑应该不会掉，应该就直接上一个图腾石了吧。你想先垫掉下回合再跳图腾石，和这回合直接跳图腾石下回合垫掉有什么区别吗？我觉得还是先上好。如果别人右手第一张来了一个小斧子的话，这边又出不了一个给力的图腾。这俩图腾现在我已经不敢乱说话了，因为我每次看起来都是图腾魔像，对，感觉上都是图腾魔像的感觉。是，来看一下这一抽，哇，大表哥，那先把精灵龙丢下去，精灵龙是现在卡里永远不会没有龙了，对不对？是的，有一个死亡之翼，永远不会断龙。是的，那这里的话就看他要不要去解，还是说他一手解这俩图腾？是，都可以啊，我觉得都可以。我觉得可以摊一手，摊一手吧，因为摊一手可以防火蛇。对，对面为了你232打个电疗就打了呗。对。那萨满这边三费应该会交闪电剑吗？闪电剑转个图腾，闪电剑转个图腾，下回合刚好可以有三费上一个法力之潮 ，OK 的。但是节奏上来讲的话，四费战士这边给个龙。对，那个法力之潮有点不太好混啊。嘲讽吗？不是，法力之潮基本上也就是过一张牌。三费丢个嘲讽，过一张牌。对，很少能单刷的。那这边肯定是先丢一个嘲讽龙。火神没有用，那只能这里选择扔一个法潮了。法潮卖掉，然后被黑斧子点了，也可能库卡龙冲掉，有可能，都有可能。我觉得上五四。
上哪个更好一点？费用上考虑的话，可能喷掉会好一点吧。对，费用上来讲是腐蚀好，但是毕竟腐蚀这个是直接白吃掉的。是，但库卡龙你冲掉一个怪，你要自己要死。对，嗯。而且从费用上来说，你下回合可以一加五就可以打四。嗯，打四的话，五费有一个碧蓝幽龙可以刚好解。啊，他还选择直接喷，还是选择直接，还是从曲线上面来讲。更舒服一点，而且五四战场更强一点嘛。是三血的话，毕竟还会吃一点闪电剑这种伤害。对，那这里你怎么办呢？怎么办？双狼不好，双狼的话，下回还要火焰碎杀不了，直接卖五三六吧也没用，好像。这张对吧？五三六要被白吃。对，白吃。要么狼魂、火蛇。都很难受，就这个时候场面就很难去返场了。打龙战就是这样的感觉，就基本上对面每回合拍一个很强势的生物，你就好开始卖怪了，那卖是。那这个是太化解威龙吧，化解威龙。先哎，是抽了个什么？啊，目光守护者。那他选择是猛击碰一下。嗯。然后还是要拿五四来吃，就嗯对，还是拿五四。这样的话就是过一张牌，看一看有没有更多的选择。没有选择上化用化解威龙。这个场面萨满啊，不，这个场面战士好厉害。是的。两个三六血的墙往这里一挡。火元素喷，对，火元素喷掉一个。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化解威龙加。库卡龙出来解掉火元素，这里还应该还是会保这个墙的。是，哇，又来一个，真的是太舒服了。是，这种龙战真的是，就感觉完全不会开手。主要是这个三六根本不吃电疗。对，堆炼堆炼堆炼，这三六可能要刮的。现在只能要不要狼魂两个银色一个图腾魔像奥印呢？得上啊，得铺。这里不铺的话，而且龙战说真的，它就是靠生物来交换的。嗯，就是的。你铺场的话，其实对龙战的影响反而会大一点。但这里你不铺也没事做，扔吧，扔四个。扔四个吧，下回合对，然后我把场面交给你，你来处理吧。可以过载，下回合是过载三，还有五费，可以直接插个火蛇，甚至说开嗜血去清一波。对，因为两个银色车童的话，还真的是不太好去解的。但是你和食尸鬼，食尸鬼一张的话还比较、嗯、这样还行，除非你有双食尸鬼。双食尸鬼的话，好像有点有点凶。这里的话应该是全铺了吧？是的，他可能再考虑一下怎么样这样。再去忍的话，就没什么机会了。已经，其实这个场面已经是很劣势的了。是两个零色放两边，中间放一个二三四，放二三四，二三四吧。因为考虑下回合可能要火蛇的一个 buff 问题。对，就二三四放的肯定是比较中间的位置。对，这个站位还是非常有讲究的。是，嗯，别管那个狼魂肯定是送了，这就不用考虑。这应该诺森德撑掉三四，嗯、对。圣盾应该不会理了，因为他有不会理了，有食尸鬼，这里应该直接打脸了。这个很尴尬，主要是火蛇也解不掉这样的墙。这个诺森德出的也是很舒服。是，那这边就只能这张牌强行一波直接嗜血过两个墙，过两个墙，然后吃一个食尸鬼，黑衣腐蚀者，这盘应该是已经走远了。是的。有电疗的话能翻吗？下一回合神抽电疗。嗯，电疗的话有点难度，还得抽发枪。是。这里的话，就看他，我觉得可以叫了。这个黑衣龙喷了吧，喷了就叫杀了。对，这里喷了的话，主要不喷的话，实在是场面有点弱了，还是坚持把手牌都用光。实在不行，大表哥嘛。哎。不喷。我选择了怂。不喷的话，场控现在是六点，下回合应该是斩杀不了。对，还斩杀不了。提个锤子啊，不提个斧子什么的，应该是够了。是。那这边肯定就是全丢了。对。他这里应该会撞个图腾，丢上去，对，然后再下一个六六六六六六，还是还蛮厉害的了。对，四费六六，还真挺强。你别说，就有场面的时候，有场面，这跟原始融合一样，就是无限滚雪球的。对，猛击一张，看一张，看一张，看一张，精灵龙没有，那就斩掉，那全上吧，这个总是要上吧，喷掉，应该会诺森德换掉吧。我们都换掉，直接喷脸。他好像还是不想交。这样的话其实是够了，长弓已经有八点了。是，现在是交叉了。对，交叉了，不交了。哎，嘲讽，嘲讽。丢呀，
这个不丢不行啊，图腾魔物火蛇都丢了吧。其实刚刚交了的话应该这里是斩杀了，嗯，刚刚交了的话七点血了，对吧，五次直接可以过墙，长弓还有八点。那其实这里交不交影响我感觉也不是那么的大了，那么大，对，再拖一个回合，反正我死亡之翼保底，对，暴乱，哎，这里是不是先下暴乱，是，对，要不要把暴乱丢下来啊，不丢了吗，他这里就是一直选择防御手，他还是在防 AOE 感觉，是，就是我手里留两张牌保底啊，对，就在死亡翼之，就算你 AOE 清我一波，我可以暴乱加新抓的一张牌，然后下回再死亡翼，哇，两张火蛇相当稳健，连一个通都不给你留，对，我们看得出张博确实是打的还是非常稳健啊，是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中速杀让你带双原始龙和双火蛇，嗯，这全用不了，嗜血还开出去劫场，我觉得我们看张博打游戏的时候，就是这才是一个正常的龙战，对吧，是，前面看到那个背三关的我是不太能理解，不是我们熟悉的龙战，是，好，那么张博的话剩下一套法师和一套萨满，刚刚看到了是一套火药法以及一套也是偏中速的一个萨满，是，那么看一下这边他会怎么出，我觉得应该先上火药法吧，火药法看起来打这些慢速卡组都是一个优势对决，嗯，那如果这边的话会不会依然拿出萨满来打呢，嗯，有可也许也许会吧我们看到张博就是说在这种班选啊，大家可能都默认为搬动物园好一点，但是张博依然选择搬了德鲁伊，就是说他认为他的火药法打动物园并不吃亏，嗯，而且第一盘我们也是看到了张博是先上火药法打对面动物园，而且是赢下来了，是的，露露这边果然还是解牌比较多，你真的不留电疗吗，一会儿又抓不到电疗中速杀就是个抓电疗的卡组，先抓一个电疗好苟活一波，再抓一个电疗翻场赢了，是的，对吧，一个电疗基本像打动物园这种一个电疗真的是上面的火药法已经糊了，这火药法又糊了，嗯，这次他留电疗了，就对面只换一张证明很顺，所以说你还是认认怂好不好，留个电疗吧，那么先手的话，哇，神抽了，还是不错的。是先手的话，只有一个图腾魔像是非常卡的，一费没事做，两费图腾魔像，三费又没事做，就特别难受。但是还好，他现在神抽了个银色。嗯，但是这边应该还是上一个法力伏龙吧？伏龙不理你。对。你有火蛇吗？火蛇有吗？没有。图腾魔像，图腾魔像了。不理他，打脸。啊，这边可以无视学徒操作起来哦，镜像也来了，那就是这波肯定要搞起来了，然后下一波的话肉肉忍一下，然后四飞电疗掉，是的，这里的话就看要不要去考虑寒冰剑打这个三四，要不然寒冰剑要不奥冲也打了直接给你解了无视学徒有点拼，硬币冰剑奥冲镜像全开，对，因为下回毕竟萨满这边没火三费，对，然后你不够，然后我先踢你的脸，再胡再胡把拉出来再打，如果怂一点的话就开个镜像算了，银色应该不会理，但海明剑可能还是会考虑去交吧，对，毕竟一的话还过不来，连一个玻璃都过不来，对面没有哦，他选择把一解了，我看他指向的是一，对，那就是不交寒冰剑，不交寒冰剑，那这边再丢个一，也可以摇个图腾，摇图腾嘛，一加电疗，对，这里可以摇图腾，那就这样的话看起来好一点，如果你再上个一，吃个奥蛋什么的就特别亏了，这里摇图腾的话还可以减减费，其实也挺舒服，好，摇了个图腾，减一下，哦，法强还行，这边随便拆拆，反正下回合被清光了就只能电了。这边肯定是全打了，火把可以冰剑奥冲火冲，也可以火把硬币奥冲，这个硬币可以交，我觉得火把冰剑的好处就是法强一法槽图腾，就这个法法强图腾一定是用三二去拆的，是的，哇，他还选择劫，那就冰剑火冲过了，就是打卡叉要是这。嗯，这么打的话，
我有点晕。哇！哦，选择了火球，没有选择冰剑火冲这。我觉得打火，他为什么要留这个硬币？他是想配合火妖呗？可以配合五费吧？配合蓝五费五费卡吧。蓝龙，但是可以啊。为什么打火球不打冰剑加火冲这个问题？对，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就是张博的概念里，就冰剑这张牌非常好配合，非常好用，非常灵活，主要是。对，而火球这个牌非常卡，先打了再说。就宁可交六伤，不愿意交四伤。那这里肯定是点一下过了。下回合的话，这边萨满就手牌来看也是没有任何事可以做。那就转个图腾吧。转个图腾吧。真的是没有什么事可以做。打到现在，萨满还是蛮血的，其实已经就面对这样一个切手很糊的火药法，还可以了。是的。这火药法这边需要一点生物，比如说蓝龙火药这样的牌。对，主要是张博在起手非常顺的情况下选择了拖而没有选择抢。是的，看看五费有没有蓝龙火妖。哇，这个宝典可以，宝典算神错了，暴风雪非常好，是的，打萨满特别。哇，这个伤害烟爆的伤害有点高。那这里的话可能会转个图层上个五五吧，还是说提个锤子直接开始抡脸？提锤子应该不会，应该先铺场。嗯，他就是，要不要把狼火也打了，就是这个问题。但是对面的硬币应该是没有交过的，如果你仔细记的话，怕不怕呼啦？就你有 A O E， 其实火药法也有一个呼啦。我们最基本的火药法还是防一张呼啦嘛。对，对。所以如果铺个狼魂吃个呼啦的话，还是很不开心的。这里要么就是提锤子，要么就是上嘲讽了。就打这种火药法的话，会不会打得凶一点更好？就因为你到了后期的话，火药法全是发出伤害，然后你的怪再也站不住了，对，然后你还抢不过人家。是的，提锤子也不是不可以，因为火药法应该是没有带拆武器的东西的。我感觉得出来，他应该也能感觉得出来，火药法这边手里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一个生物，是还是选择了扑。对，这里扑太多的话，其实也是有风险的，毕竟一手的法术。是的。那这边的话，一个 A O E 的话，萨满就很难了。要不要先暴风雪动一下，下回合再呼？暴风雪，对，就是不要直接呼，直接呼的话，先暴风雪，先暴风雪动一下，再骗一骗，搞不好。对，这里可以先暴风雪，但是对面也会警觉啊。如果我的话，我看吃了个暴风雪，我肯定警觉了。但这暴风雪是奥运宝典开的。是啊，但是你这个时候再吃呼啦，不就炸了吗？这里的话可以提锤子，我觉得这个回合可以提锤子。他要上三上雷霆牙的话。还是可以被全解，这边一个呼啦加个奥冲，呼啦加奥冲，因为他认为对面呼啦我还剩一个三二，他觉得还能接受。对，万万没想到吃了个呼啦加奥冲，那就全死了。我觉得这个萨满被卡叉打死了，是我没有见过的，有点意外。就只有十点伤害，对，他就靠十点外加每回合四点敲死你，对，差的还是有点远的。一个中速萨，你不靠场面，你靠这种伤害去打死别人，还是有点难度的。这个回合除了呼啦奥冲的，他可以伏龙硬币呼啦，但是留一个怪给你误开，但我觉得这样不好，还是解了吧。我觉得这张三六还是得处理掉。还有别的解法吗？火球让他用了，如果有火球还行。有火球的话，我觉得还是呼啦转。对，呼啦一张牌。真的选择？他不打算去叫呼啦。这算是迷惑对手吗？就是啊，我告诉他我手里没有呼啦。是的。这一手我觉得打的就特别复杂了，对不对？博了个心态骗骗你手里有没有怪，结果若若手里没有了，真的是没有，这真的是没有一个都骗不下来了。若若摇了个图腾，对，默默的抄起锤子敲了他，张博在特别不爽，什么情况？一个怪都没有，好歹再下一个呀。若若也尴尬的笑了。这里的话应该是拿锤子解法力符龙吧？对，两锤敲。保一个六血的生物，提过去。张博才有点尴尬了，你还能再忍一轮吗？我觉得忍不了了吧，再忍要死了，交吧。所以说这一手的话，确实刚刚那个回合没有交呼啦，还是有点火妖，好像火妖法强。哇，硬币硬奥冲一下先，看看怎么喷。这个火妖好厉害。
在硬币可以教，我觉得这看看喷怎么喷，对，实在不行就喷得好就挂镜像，挂繁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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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活虫，就如果说还没见打脸，还没见打脸也 OK， 还没见打脸的话，万一抢出更多的伤害，对吧？万一三一没解掉呢？那也没关系嘛，你就换我一个怪嘛。是的，好，那就还没见打脸了，把你的锤子冻住。好的，还是解了。那这边应该是要刮。嗯，对，这里的话应该把火药刮掉，然后丢个四四，丢个白板。嗯，所以很多时候这个白板就挺尴尬的，就需要还是需要点配合的。是的，就包括元素融合也是的。对，但是这个怪的好处就是有一个就不太亏了。对，一个就是五五，五五就能接受，就已经是赚了。就很多时候哪怕六费对吧？我赚一个图腾，上一个五五，也是可以接受的。没有发现今天所有的这个中速萨带的视觉这张牌都卡了。嗯，是无限卡手，真的都卡了，根本是用不到。是直接打脸，下回合岩爆叫杀。好，游戏已经结束，萨满已经没有任何的机会了。随便怎么样，随便点点了，瞎点一下，没有任何机会。嗯，现在的图腾也没有回血图腾了，所以说没有。是，再不可能出一个对啊回血的图腾。哎，今天他发现这个图腾是好像都不太给力 啊，到现在都只出过一个法力之潮，只出过一个法潮，其他出的都是一些技术的图腾。他这里肯定是不敢买脸的，肯定要送这个四三吧。嗯，卖脸的话是七血，一个火球，火球对，一个火球就没了。嗯，下回合的话，他这边好像是能够。打出看起来是能打出冰箱，但其实人家是反宝宝点开出来的繁殖，然后一个岩爆打脸。好的，那直接带走，打出一发大爆千术。那么张博现在2-0领先，只剩下一个中速萨。对，今天张博确实一直都很顺。是的，嗯，是。要想用中速萨，一般来说我们的概念应该先上动物园，对吧？对，先上动物园打一波。自己这个萨满这么 low 就不要上了吧，先忍一忍吧，换一换好不好？不要这么耿直啊！我觉得对于他们而言，反正三个谁都要跑，对吧？那我就先把比较难跑的跑了算了。又要把萨满拿出来了吗？节省体力，对吧？我们去打下一把。但我觉得他这个萨满真的是卡手的东西比较多，两个原始融合，一个哈德莱尼图腾师，还有嗜血。太多这样的牌，对，现在还有两，还有雷霆牙，对吧？嗜血，两个元素融合。图腾感觉萨满的这些牌什么都有，就这些牌基本上都是要场面有东西他才 OK， 他才能用。这些牌都是有图腾特别厉害，对，有图腾超厉害，对，没有图腾就是。但我觉得萨满上面还有雷暴依然是依然是萨满。嗯，那么果然还是不信邪。雷暴术是一张专门解二三四啊什么特别赚的一张牌。对，是的，这张牌跟暗影剑那种牌挺相似的。嗯，就它起来相对而言解四血的二三四或者解火妖这种都解火妖解暴乱，对，都不错，好用的一张牌。下面还带了这个战斧啊，这都是什么 啊这个锤子，这个斧子好用吗？这个斧子现在砍两攻的武器没用过，就是现在晚娘好不好卖卖脸特别狠，这个画了这个武器我就感觉你一直在卖脸。对，你又带这个又带毁灭锤，你直接一直砍，你要把自己卖死的。那就敲，带了就带了嘛，挂起来就敲嘛，敲出腾，敲出腾还行。哎，这里的话会上图腾师吗？可以硬币海象人图腾师，也可以硬币狼魂。硬币狼魂的话，下回合石化，标个石化，只有石化，会不会稍微差一点？还可以，你狼魂，那我就两个吃一个，石化一个，剩两个二一，你特别难受。这边会不会石化加雷暴全解？这应该会图腾师吧？雷暴加石化全解也可以，其实这样打的话，下回合因为萨满这边只剩一费了嘛，就下面这边。对，我一盘一张牌买个先手，是对，买了吧。一张牌完全可以，手里面两个火元素，基本上我觉得这里的话抢个先手还不错。对，一张牌买一张先手，你这个忍不了了，对面随便 buff， 给自己好一点，不能给图腾，图腾还是有用的。是的。好，那你看你一费什么都干不了，啥也。来个银色或者来个天使。哎，过吧。过吧，过吧。对，就过吧。你总不能石化拆了吧？这算了吧，你这应该不会。四费打三加一吧。下回合三加一，哎，怎么都是感觉难受。嗯，下回合人家上一个这个，你又想抄锤子，这，哎，好别扭。哎，好在这个锤子配合石化还能解一个五五。
好吧，但是我估计是没戏了。我就只能想到这个锤子唯一的好，只能这么想想了。敲一个五五，这锤子唯一的好就能敲敲秃藤嘛？对，在这里的话就嗜血又一次，对吧？又一次卡手。对他一手的法术，我们今天看到现在就这么多嗜血，就没有一个是很舒舒服服的打出一套斩杀的。没有，就用了一次，其实就是在过墙用了一次。对，就过墙用了一次，出来过，就一直在卡在这里。对。其实就是有这样牛的嗜血，我早就觉得他可以打三开了就接火蛇，或者打六开了他一直不肯叫，那火蛇就永远用不了。费打了个三，你会觉得怎么亏怎么来。哦，是不是换了这里火蛇还可以，但是没用啊，这火蛇是不我说是那个画面，你看火蛇是插旗的了啊。哎，但是之前火蛇也是插旗的，这没有注意到。刚刚他是插旗的，我特地注意了一下。好，就跟之前不太一样，不像二三四那样的一个平出来的。火蛇以前也是插旗的，也是插旗的。这里应该先摇图腾，多大概率出嘲讽图腾。这里张博的细节注意的不是特别的好，不过出了个治疗图腾，反正也没有什么区别。是的，这嘲讽图腾是特别重要的，三选一跟二选一的区别还是挺大的。那这里手牌都是爆炸选手，我也不知道怎么打。要不敲了治疗吧，敲了治疗之后火蛇你只能 buff 到一边，嗯，要不你就刮了它。我觉得天师敲图腾吧，要不就这样两下敲了这个火蛇和敲了治疗哪个好？两下敲火蛇，敲治疗你是吃两血，敲火蛇的话你敲火蛇就先吃着，下回我跟你敲的。但是你手牌打不下去了呀，我觉得那要不刮了火蛇算了，刮掉吧。我觉得好像已知对面中速杀雷加也是火元素都没看见。你可以先提锤子敲了二二，然后再刮掉那个零三。这样长空就是两点。从我们上次视角来看，对面你一抓寡人家一个火元素你就退吧。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玩。摇图腾是什么鬼？摇图腾过吗？不至于吧，超武器敲了。对，这里武器还是要敲的吧。那应该是要敲治疗了。那这样的火元素一喷啊，你这个很难了，六费七费两个火元素。火元素比三加三好。对，这里肯定是火元素舒服，正好打三嘛。那么打。这里无所谓你用哪个，因为最后都是被一锤敲掉了。是的。他选择捐掉这个，这样的话剩下的圣盾。那你刮吧，刮了之后装个秃头。你看还不如上一回我敲个火蛇，敲一下火蛇，这回再敲一下火蛇，两下把它敲了。现在你刮的话就意味着那个刮也很有两攻，你还得把刮敲掉。上回敲火蛇的话，万一出个嘲讽呢？那是怎么个打？但怎么办呢？不会玩。你这回合敲一下火蛇，刮了火元素，然后那个刮怎么办呢？刮也解不了，你还是要刮还是要敲吧？刮了砍吧，刮了 A 掉吧，刮了把刮砍，那这火蛇一辈子砍不掉了。哎，你的火元素呢，亲？柔柔是不是没有带火元素啊？不会吧？我不会的。我觉得带了那么多的牌再不带火元素说不定啊，他因为其他牌带的多，所以说他没有位置带火元素了呢。但是火元素明显比那些牌要靠谱吧。是啊，就他不卡手啊，这种牌超模的牌，但是一共就三十张位置，他是不是哎，总感觉怪怪的。对，感觉很怪。今天萨满也是真的是各种背锅刮吧。反正我在他没有选择刮，选择扑怪。哇，这个好，又是个零二，又是一个。这个零二的特效现在跟以前图腾魔像是一模一样的。是的，至少我看到火蛇还是没有变。我还是很期待，就是二三四是怎么样的，对吧？法潮的话有没有变？有没有注意过？没有注意，也没有注意过。八加三是十一点场哦。法潮二三四都没有。我觉得一个电疗，然后冲脸就炸了。是的。电疗全打脸，然后上三二一圣门冲锋再冲你一下。他这里会不会选择撞个图腾？打的有点稳健，就是比如说撞个嘲讽。没必要，我觉得那就丢海象人图腾师吧。这边可以极限打十五点伤害啊。是八加三加四，就直接打了，冲也不错，冲也挺好的。对，下回火车。三，应该是没什么机会了吧？七连血。哇，又是一张卡手牌，手里面有四张卡手牌，就一张刮。敲了火蛇，刮了火元素，火元素，摇个图腾，强化一下。对，从今天的比赛我们看出来，对吧？大家以后组卡的时候尽量不要带那么多。对，你看中速赛你们就要像张博这样带三二一圣盾冲锋嘛，集结怪多舒服，对不对？是的，不要带那些卡手的原始融合，真的是卡。这样的话强化一下，理论上好像还有一
一杠三真厉害，比那个零杠二重要太多了。对，这里肯定要加，肯定要加一下。然后被火元素喷掉。一杠三战场。嗯。哦，哇，奥拉基。火元素喷掉吧，下波奥拉基就冲死了。对。我们看张博士放弃了毁灭锤，放弃了嗜血，带起了奥拉基，看起来是比这些杂七杂八杂毛而靠谱。靠谱多了，反而靠谱，因为那些东西可以裸着用，对，是的，可以拿出来解解怪什么的。那这边的话，好像又是一个萨满被三关，今天的三关真的是出现的有点高，是一直就是出现了四盘比赛，龙战被三关，动物园被三关，萨满被三关，萨满两次，上萨满两次被三关，对对，四场全部都是被三关的，对，是的，三个三比零，一个三比一，对，今天也是特别的快，是的。那么我们恭喜一下张博士，两个三比零晋级到了我们之后的比赛，是的。非常非常的强。那其实张博的卡组我觉得相对来说带的比较科学、打的也非常好，至少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个失误，是、对，他应该是发挥的很不错的一个选手。好，我们来回顾一下到目前的比分。那么预测张博出现的是有小色和我们的二龙，他们也是比较正确的预测到了我们这组的一个出现形式、是的，张博顶着这么大的一个毒奶压力居然能够这么还是稳稳的六比零出现了，是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就是炉石的话，你有实力的话还是可以就是越来越好的，可以打出来的、是的。好，恭喜一下张博呢，之后的话休息一下回来是张博的一个采访，我们一会儿见。Celebrate the talent of our players than at BlizzCon. Where better to celebrate the passion, the triumph, the cosplayers, esports, the world championship of StarCraft, perfect marine micro. Where better to celebrate community than at BlizzCon? Fariha， 每个母亲都希望女儿能过上更好的日子，为此我不惜付出一切。我对你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护你所珍爱的人。你在英雄们的陪伴下长大，并沉浸在他们所说的冒险和光辉事迹之中，而最终你也想加入他们，但这并不是我所希望的。我从未告诉过你，为了保护队友而不得不扣下扳机的重担，但这是我的任务，我的职责。直到有一天我失败了，一刹那的犹豫改变了一切。我想要保护的人死了，而我自己则孤独一人，身负重伤。所有人都相信我已经死了，我想那才是最好的结局。我几乎失去了一生中珍爱的一切，与战友道别，亲手安葬那些最亲密的人。尽管如此，我知道这个世界上仍然有人需要我的保护，所以我必须战斗，继续战斗，为了那些期待着我的人。希望有一天你
你能明白你的妈妈阿娜。好的，欢迎回来，来到我们采访环节。先来问一下张博，张博今天打得非常的不错，6-0成功的晋级了。然后我们聊聊现在的心情吧。心情当然很开心啊，现在就晋级16强了，然后距离8强就只有一个对手了，只要再干掉一个人就能进8强了。今天的话呢，我跟瓦娘在赛前都预测你可能会带4个比较偏快攻的卡组，包括像打脸赛这样的卡组，然后你实力打了我们两个人的脸，因为你带了一套偏中速的一个萨满，当时怎么考虑的？是这样的，因为在这次比赛开始，就是提交卡组的那一天或者前一天吧，当时外服有一个大神灯旭用控场杀登顶了，然后我在天高的直播间看见灯旭在指导天高玩那套控场杀，然后我就抄过来用了一下，然后自己号从几千打到100多，然后过了我换了个同学的号又从几千打到100多，然后而且都没怎么输，然后我就觉得啊这卡组强无敌，我就抄过来用了，然后卡组交完之后过了2天在天地上各种被人吊打，然后我开始越来越慌，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可能就不交这套卡组了。是的吗？不过最后能跑掉就已经挺开心了。是的，那你的卡组好像我们看到是放弃毁灭之锤，然后是带了奥拉基尔这种牌，然后还带了这个火元素，但是还带了二一冲锋。那你觉得这套卡组的整个思路是什么？还是控场吧，就二一冲锋主要是配合火蛇可以打一个四，主要是为了这个吧，并不是为了抢脸二一冲锋的话。是的，那么下一场比赛的话是若来迎战修行，你更看好哪一位呢？我因为你赛前说，你说我不怕各种毒奶，那现在你要不要来毒奶一下？你觉得哪一位更有可能会晋级到呢？这个我还是支持修行吧，因为 Roller 的卡组好像我觉得比较慢，好像不是特别厉害，我个人感觉。是的，说你看好修行吗？是的。好的，那再次恭喜一下我们的张博，休息一下之后回来是若云的修行的比赛，我们一会儿见。